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主持人小溪。真正孤独的人从来不去想他，因为如果你已经很孤独了，又救不了自己，你所能做的只是不想。下面哪个身影会让你感到最孤独？测失恋的阴影会围绕你多久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